别吓人，说人话。你能不能再借我4万块钱？交房租啊。大人明察，加上你昨天借我的1万，凑个整数，正好5万块钱。我一年之内，2年之内一定还给你。每个月分期2200，还有116.67块算利息，怎么样？你还是退学吧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以为谁都跟您一样说考新城就能考上的。哎，我要不是因为运气不错，加上我自身水平也不错，我哪能这么容易考上新城啊？怎么能说退就退嘛，对吧？你入学考试排名倒数第一，昨天输掉比赛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弹钢琴的料。那你再了不起也不用这么尖酸刻薄的羞辱我吧。弹钢琴在你的眼里只是一个挣钱的工具，上星辰是为了让履历更漂亮，更好找到挣钱的工作。你有发自内心的喜欢过钢琴吗？你有享受弹琴的过程吗？我建议你去别人的琴房看一看，看看别人练琴时的样子，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。清醒的梦随着时间下落，穿过微光找到希望。每当看清楚的时候，那是最温柔的光，随着花蕾绽放，心中悸动眺望远方。穿过最蓝的天空，握住了最闪耀的光，心中的梦想不停发光。穿过最小的记忆，抓住了最开始的梦，心中的愿望不停悄然。闪耀的光，心中的梦想不停发光。你为什么要弹钢琴？穿过最小的记忆，抓住了最开始的梦，心中的愿望不停悄然。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4万块钱，拿着吧。你怎么知道我需要钱呀？你什么时候不需要钱了？也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就是4万块钱？而且你一下哪来这么多钱呀？比完赛一晚上没睡，打游戏去了。完了到琴房补觉的时候，听到你跟穆流年的对话了。哎，你不会真要退学吧？你真的相信穆流年的话？
那个傻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甭搭理他，啊！赶紧把钱拿了，回家去吧。不行啊，拿着吧。罗子佳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万死不辞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在这儿呀？嗨，走啊！我给你买了自饭团，还有早餐，一会儿吃完饭一块上课去。啊！哎！啊！你的摩托车呢？啊！我还以为校园女生都喜欢坐在自行车后座上。哎呀！哎，你该不会是为了帮我凑钱把摩托车给卖了吧？哎。怎么可能、啊、那个摩托车我早就骑腻了，还是自行车好，又环保还能锻炼身体。罗子佳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挣钱，尽早把钱还给你的。别说傻话，有时间啊多练琴，听到了吗？走，回上车，走了。Morning， 你怎么来了？哟，对我这个妹妹都不会看你这么殷勤啊！谁让我这个妹妹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啊？追求爱慕的人都排到隔壁学校去了，轮也轮不到我呀，对不对？隔壁学校，我走了，我有急事啊！小英，小英，她最近有点魂不守舍。什么情况？那个，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的。啊，这个作为债权人啊，万一你哪天携款潜逃了，我找谁哭去啊？所以啊，在你还清债务之前，我得盯紧了。罗子佳，我要和你谈谈。啊，等我一下。干嘛呀？有话快说啊，早饭都快凉了。你的哈雷呢？卖了，新款要上市喽。那你骗出没说是为了他才卖的？谁骗他？那是他自以为的。子佳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四万块钱是我替出没还给你的，你以后别再纠缠他了。干嘛？骗他卖车是为了他。是我不对，但是我对这个女人是认真的。你上一百次也是这样说的，还是瞒不过你。嗯，你对这个杨初墨这么认真，难道？别误会，我只是想买他的琴。琴？什么琴能有那台贝森朵夫好？
法比奥的定制全球只有七家，而他那一家是唯一公开拍卖过的。赞了。这样，把他的债权转给我，我去和他谈，绝对不会亏待他的。兄弟，帮不了你啊。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开玩笑，但这件事不行。我知道你想要那台琴，但是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，说也莫能做了。他不是缺钱吗？他把琴卖给我，他可以还钱，我可以圆梦，而且他可以再买一台适合他的钢琴。你难道不觉得他那水平简直就是糟蹋法比奥的钢琴吗？啊，他卖琴给你那是他的事，但是我不能背后捅他一刀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为了区区一个杨春末，你竟然拒绝我。着急吗？什么马上就来了呀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太阳，我说太阳马上就出来了。哎，光好嘛，你懂。我来一个，没规矩。朱哥，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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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清早啊，来我们学校干嘛？我们学校漂亮啊，我带朋友来拍照。哎呦，啊，对，漂亮吧？就外面。小心，这给我拍的都是什么呀？都只有半张脸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直男的审美，你要不自己去旁边自拍几张，我跟哥们儿说几句话。那我就先去拍几张，一会儿咱一起回宿舍。我知道哪儿拍照好看，我带你去吧。那走吧。走了。回宿舍啊？不是，我是说我先送他回。不用解释，我懂。哎呀，你这小身板跟个猴似的。走，我带你去练练。啊？啊什么走啊？哎呦！下来，我热完身你再上。不是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？你干嘛呀？你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？哎，这么大一个健身房，连个男的都没有吗？喏，那边有位子，去吧。要去你去，我就要用这台。你别不识好歹啊！不是你活得来，这是我们足球队的一个大家的骄傲八口。欺负人算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算啥？走走走，我们去那边练。走走走走走，孙子，给我回来！干嘛？欺负我兄弟啊？这有你什么事儿？走开！你别管！你招惹我的姑娘，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挑，单挑，挑什么？足球吗？你自己说要单挑的，你可别输不起啊！我怕你啊，来呀！预备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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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么样？手下败将。行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我们走。是不是特别爽？今天贼爽。哎，他就是那个把小樱脸弄花的人，今天终于报仇了。哼，他平时在学校也爱装逼，你看那样。可以啊，有勇有谋啊，兄弟我交定了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怎么了？就要说洗个澡吗？不行，我不习惯公共浴室。我知道你有洁癖，这边都是 VIP 单间呢。不行。干嘛？我又不是让你捡肥皂，这。干嘛？我洗。我先上厕所行吗？逼死人那么多，快点啊！来帮我说个背啊！你个事儿，你家住哪儿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哦，那个作为债权人，总有知道家庭住址的权利吧？莲花街，杨家包子铺。你家还有什么呀？我和我妈喽。万一，啊，我是说万一啊。你还不上钱的话，你家有什么可以抵债的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拼命打工还你钱的。要是实在还不上呢？你喜不喜欢王家？啊，我妈妈那里有好多她的签名照，还有限量专辑，怎么样？钢琴，你家肯定有钢琴吧？有啊，但是一台特别破的钢琴。我平时宁愿去打工的地方练琴，我都不想弹家里那台破琴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带我去看看。我心里有个数。行，那你去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坐下，我没吃饱呢，哪有零食带你去啊？要不要喝点水？来，你家不是包子铺吗？怎么大清早不用做生意啊？我看看今天几号啊？接机去了。接谁啊？王嘉尔喽。你妈跟他很熟？我妈跟他很熟，但是呢，他跟我妈不熟。啊？来，进去。那，这就是你想看的那台钢琴。哦。这台琴是哪儿买的？你怎么也问这个问题啊？还有谁问过？穆流年了。怎么了？他有什么来历吗？这台琴很有可能是法比奥唯一一次公开拍卖的定制钢琴。你看，这还有法比奥的签名呢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台钢琴？这台琴啊，比你所有家当家产都值钱。我去！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台钢琴你一定要好好保管，好好保养，听到没有？以后你没钱的时候把它卖了，绝对值一大笔钱。这台钢琴不管它值不值钱，我打死都不会卖的。
默默，你回来了呀？妈。哎呦，我刚才回来，听见这屋里有人说话，我还以为进贼了呢。女朋友？啊。男朋友？啊。哎呀，妈，这是我参加钢琴比赛的搭档罗子佳。哦，佳佳。佳佳。阿姨好，佳佳。啊。我也叫佳佳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干嘛不让我在你家吃饭啊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把你家这个风雨飘摇的包子铺给你吃垮的。哎呀，不是，你根本不懂我的良苦用心。我妈妈做的饭不吃是福气，哎，就我妈那手艺，那真不是普通人可以欣赏来的。哎，我是一般人吗？啊？我是一般人吗？不是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可能？除了帅气，我还继承了我爸独特的品味啊！好好好，独特的头盔啊！骑上你的摩托车，赶紧回去吧！我不跟你鬼扯了，我得赶紧给我妈打个预防针，不然万一她把我琴卖了怎么办？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木木，拜拜。妈。今天我跟罗子佳说的话，你全听见了吧？什么话？你可别装糊涂啊！罗子佳说我们那台钢琴特别值钱，你在房间门口肯定都偷听到了。哎，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什么叫偷听啊？我这个。哎呀，反正我把话就放这儿了，你呢，打什么的主意都可以，就是不许打那台钢琴的主意，除非我死了。我倒想打他主意呢，一台破琴，除了琴键不响，哪儿都响。谁要？哎，那可是爸爸留给我的钢琴。哎，你们在这儿啊？小英，你这脸怎么了？掉太高了，还不是他跟我说体院的花好看，非要拉我去那看花。结果呢，花倒是没有，死胖子倒是有一个，拿着那百合花就往我身上怼，给我怼成这个样子了。罗西，你撩帅哥就撩呗，怎么还搭进去一个美女啊？你看看小英，美女都变成野兽了。哎呀，小英的牺牲。是我献给丘比特的祭品，保佑我 hunting 成功。打死你哦！你有没有人性啊？同学们，上课了啊！今天冯教授临时有事情，这节美学概论课呢，有几个三年级的同学跟大家一起上，大家多交流啊。那么上课之前呢，有几件事情交代一下。过几天呢，我们王大师的这个演奏会就要开始。这首曲子的创作呢，是在18世纪的后半叶，所以呢。它融合了当时的一些音乐的流行乐，具体的这些背景的历史知识哈，大家可以课下呢去做相关的了解，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首曲，感受这首曲。我想买你家里的那台琴。好好，我愿意。这位同学，注意课堂纪律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家里的琴，你想多少钱？开个价吧。你想买我家那台琴哦？嗯。对不起，非卖品，不卖。
去感受一下这个。一台破琴，你留着它有什么用？哼，你都说了，一台破琴而已。你留着它干什么？那是发表的定制款，有纪念意义的。嗯，我知道。那么大家现在可以把课本翻到第30页，看一下这个创作过程。你不是缺钱吗？你把琴卖给我，你不是可以还得上钱，还可以再买台新的。嗯，听起来还不错。对不起啊，恕不考虑。你是不是讨价还价啊？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哎，这位同学，怎么又是你？坐下，注意一下课堂纪律啊！好，大家继续看书。楚梦，你再考虑一下。说了不卖就不卖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卖？你想要钢琴啊？对。很简单，你娶我呀！哎，等我们变成一家人了，你不也就拥有这台钢琴了吗？怎么样，你敢吗？阿姨，哎呦，是你啊！哎，那天借给默默钱，谢谢了啊。应该的。哦，顺道买了些水果送给阿姨。哎呦，这么客气啊，还带东西来，谢谢啊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阿姨，我今天是有求而来的。说什么求啊？你帮了默默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我想买出没房间里面那台琴。钱啊？什么钱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除非我死了，谁都不许动这台琴。你卖琴，你怎么不把我卖了呢？卖你，有人买吗？哎，你快点把钱还给别人，把琴要回来。来来来，这。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不是说这琴很值钱吗？我就找了保险公司投保，可是人保险公司人说你这房间啊不适合保存，建议放在储物间里头。那你拿钱包做什么呀？这投保不交钱啊，这请人挪琴不用给钱啊。真是。妈，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穆流年来过了。他来干什么呀？他来想买琴呗。我给他轰走了。哎，你这个不是周末也不放假的，你回来干嘛来了？啊，我明天早上有特别重要的两个面试，时间又特别早，我怕堵车，所以今天就回来住呗。啊，那我回房间啊。啊，好，那你去吧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大堂琴师的。哦，稍等一下，面试你的经理马上就来。谢谢。你是来面试的吧？对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了。啊？你们
一个个怎么回事啊？咱这可是高级餐厅，看你站没有站行，抬头挺胸会不会？老板，还有你的呢，老板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琴师的。这位小姐姐长得还挺标致，要是有你在这弹琴，客人一定会磕头的。那我现在能试试吗？慢，这事儿吧，还得我们老板才能决定。正好今天老板的朋友来，说是钢琴系，让他品鉴。你稍等。好的。还杵着干嘛？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你想干嘛？楚墨，我听的第一张钢琴专辑就是法比奥来中国巡演的录音专辑。对我来说，他是带我进入钢琴世界的人。你家那台钢琴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。你开个价吧，多少钱我都买。我说的那台琴对我也很重要，不管你出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卖的。卖，咱可以开始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先回去等通知。实在不好意思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就真那么讨厌他？我觉得他还挺有趣的。却舍不得。